你看，心有定力，智慧自然产生。每一季的近思语都是这么棒的哈，啊，来贴在我们家、他们家。精美的近思语书画，只要请购近思文物，就欢喜结缘。拿到的人好开心，写的人更欢喜。写一万句的话，有人家看到一句，可以改变他一生，也是我们这个走菩萨道的方式。这幅书的经过有四个人，最少四个人加持，一个字就有四个人的祝福，更何况是近思语加上美美的插画，还精心绘制印章以及美工设计。郭东龙拆解工序，让人人都可以付出善念。画的部分还比较少，但是其余的细部的工作我学的比较多，都东龙师兄这样子一直在调，一直在调。尽量能够每一章里面都能够有大家参与，大家去祝福，送祝福，传善念，贵在诚心诚意。加入书画团队还得修心，不仅如此，你还在一面写一面念佛号加持进去。你要想象说，最终会有一个功德主会得到你的祝福，连生气都不能写哦。用清净心来付出，收到的人好话入心，善念被启发，自己也在恭敬中修炼心性，收获满满。大爱新闻潘宇贞、郑瑞平，台南报道。